美女玩家能否顶得住 PT990 的无限必杀？这操作我看了都自愧不如。美女主播啊，一个叫小易的来打 PT990 啊 ，PT990 开始斩气、砍柴，圣皮牵制一手，还是动不了。漂亮，葵花出得很快啊，有点功底啊。整个抓直接再中 ，AB 一下没有乱动。好，来一波饼吧，引到一波相杀。我去，这八生龙有点东西哦，防守还挺稳的啊，就是不出来 ，AB 直接抓了。这个叫小易的，我记得他好像会玩很多系列啊，97、98、15也会玩。在某一当主播，好推住词，哎哎，连续 AB， 好裸杀，裸杀的话也不还血了哈，毕竟女孩子有优待啊。好来了无限大饼，玩毒子出不来。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哈，无差别打击照样喂大饼。采花大盗啊，喂你大饼。可惜了。好跳 C 夹，反应还不错，戳一下刚好对手起身，刚 CD， 好跳 C 没有带抓，再戳一手，哎呦这个闪身可以哈，有一些功底的，这个女玩家小易不是花瓶啊， 有实力啊。看看能否为民除害啊！好，戳一下，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 bug 的操作。继续升龙，哎，连续的 AB 他很有经验哈，他这一招很喜欢 AB 连续。哎 ，bug 玫瑰果然啊会有一些 bug 的一个操作。继续耍赖啊，继续布阵。又要布阵了，喂，这把不敢下 B 下 A 啊，要死的节奏来了，玫瑰有戏哦兄弟啊，好换着小小不易走掉。